北桃线还有走吗？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两遍。是，他现在吞口水会痛吗？不会。远古时代有神农氏尝遍百草，最终找出了365种药材，也为华人奠定了相当完整的医药基础。后来几千年来，中药发展都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中医不但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哲学，中华民国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在台复会至今数十年，除了落实国内中医师行医环境与教学培训环境上的改善，也配合科技与学术的发展，让中医学能够与当今的精准医疗与实证医学无缝接轨。其实这几年哦，中医应该是成为医疗的新选学哦。那我们这几年看到哦，民众使用中医的频率非常的高哦。我们去年一整年哦，服务了650万个台湾民众，那表示国人对中医药的信任感哦是与日俱增。包括我们去年有提出一个感冒可以看中医，确实呼吸道疾患来找中医看诊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民众也利用也非常的多哦。中医可以治疗一般内外科，针灸推拿的疗效也相当不错。近年来，在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带领下，从实验医学提升到实证医学，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最早的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到现在我们叫做实证医学。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就是让民众得到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而且可以验证中医的疗效，也很多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医疗业者也都愿意来台湾求精啊、所以我想这几年、中医不断的在前进，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实验医学以及实证医学，相信指日可待。在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医更尝试与西医结合，为重症病患带来疗效，亦为疫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我们都开始在西医住院的过程中加入中医会诊，那包括像在三种有2例危重症跟1例重症的患者，也因为中医的一个介入缩短了一个住院的天数啦哦。那在武汉肺炎的一个治疗上，如果中医一旦可以合治的话，那它其实住院的那个天数是缩短的，平均那个中位数是9天就可以出院。台湾中医国家队的一个成果，是由我们的卫福部中医药师，还有我们中医师全国联合会跟国家中医药研究所通力合作所达到的一个成效。那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哦，绝对可以享誉国际。新冠一号的诞生为疫情带来希望，而中医学的发展，未来亦会与现代医学看齐，为国人提供更多元化、多面向的医疗服务，持续守护民众的健康。其实这几年我在想中医的一个面向是多样化、多元、多面向的多元的一个治疗绝对是对民众最好的医疗照顾。所以呢，我们做居家医疗，我们做社区医疗，我们做长期照护。那我们现在也在推动，就是国人抽烟的比例非常的高。那我想中医在戒烟上面，这也是中医的一个强项。中医除了可以帮助戒烟毒外，还可以协助慢性病患者在治疗的同时，也能保护肾脏的功能，让身体状况达至平衡。目前中医的健保总额只占全国总额的3.6%，在健保给付过低的情况下，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问题，为中医师及民众发声，守护中医学的发展。当然我们很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更重视，也要听到民众的声音，还有基层中医师的声音。在健保给付上来讲，其实应该要更趋公平性，也能够帮助整个中医药的成长，也照顾到更多使用中医药民众的一个健康跟福祉。在台迄今41年，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为了完善国内中医的环境努力不懈，也将继续以悬壶济世为目标，持续照顾全国民众的健康与福祉。那甚至未来我们还在思考中医要不要往专科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我中医可以有内科、妇科、儿科、针灸、伤科、家庭医学科，社区医疗，从这个各个面向去做专科的一个分割，这个也是值得思考的。所以中医师的素质要更提升，
中药的品质当然也要更提升，民众得到的一个医疗照护品质当然就会更好。